就是在菲律宾，慈济人啊，哪里有灾，就及时启动组队，就这样的同时启动，在不同的地点去发挥爱的抚慰，还有呢，很用心的去理解如何急难帮助，如何呢安住人心，安心安身安生活，这都是慈济人呐的爱心，而且呢是长期。最近一直都会谈起啦，长情大爱，我们看到的不是长长的队伍吗？这长长队伍的两边啊，也是长长的建筑物，多少个家庭，多少建筑物都已经完成了啦。看来当地的人是安居乐业，都稳定下来。可是可知，之前呐，这一片大地，在2013年海燕台风，却把那个地区呢造成了重灾区，很多人的家毁了，多少人无家可归啊！菲律宾的慈济人，大家就动员。分工核心那样的记录啦，回顾过去，实在是很警惕。佛陀在人间就是要为我们说这样的道理：人生无常啊。万物都是呢，成住坏空。他们的还没有发生灾情之前，他们的生活有的很穷，穷无一物；有的呢，生活不错。他们的还可以呢，做经商，有企业，也有开店的，也有摆路摊的。但是呢，这一波的灾情，这大水、大风这样的。雨吹了，那雨成为洪水，啊，那个泡在水里啊，这灾情啊，之严重，不管富有、贫穷，不管房屋呢盖得多好，总是呢。经不起这样大自然的强力，好在有一群慈济人，即使会启动啊，走到了灾区啦，真诚抚慰，用心评估，评估呢，我们。要急难或者是
中期或者是要长期，这种集中长期的救灾，他们呢都一并呢很有次序，啊呢延伸下来，所以啊，在那一两年的时间内，除了安抚他们的生活，而且呢稳定他们的谋生，还要呢建好他们的居住的房屋，所以安身安生活，这都是一连串啊。现在当地呢那里面啊有千多户的家庭，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安居乐业。我们在欧姆克代村举行一个大调查，一千多户，我看到大部分的村民的生活已经有改善，有的有冰箱，有卡拉 OK，有电视机，也有洗衣机，甚至有的家庭已经有装那个空调。他们跟我们说，我们经过很多的地震，我们的房子摇一摇没事，台风来房子也摇一摇也没事，水来水退后也没事。他们说上人给他们的房子是很坚固的，他们说他们很珍惜，因为这个房子是他们这一生唯一的归宿。的确看来呢总是挺安心，我们给了他们有一个稳固之家，他们现在生机勃勃，实在是很安慰。只要他们生活安定，唯有他们要自力更生，给他一个基础，接下来的生活改变就要靠他们自己。他们有灵活的脑筋，就可以给他这样的环境了，就自己再增加，在环境就会有这样的利益盎然的生机，里面可以装潢的那样的漂亮。看着看着，真的实在是很安慰啦，不由得不向着所有慈济人说感恩呐、啊！没有大家的爱的力量来支持，哪能有办法呢？在那个时候及时支援，去帮助他们。所以隐居嘛，可以呢，生活得很好。Volunteers, let's give the blessing to our new volunteer ng ating area ng Tubigon. Masa daghan kong mga ko ang amaw na nga mo, volunteer jud ko, pausap ko sa makatabang. Murag, o sa financial siguro, na apoy gamay siguro akong matabang. The blessing and congratulations to the new volunteer of Inabanga. Ako si Juan Gregorio Pacaldo. Tungo nalipay ko ang ilang gitabang na ko, ako pagkatabang na mo. Man, ako yung volunteer ko. Nga kutob na yung magpatabang na ko. Ako tapasuro yan, tanong pamalay dito. Ang katabang po ko nila. Kan, pechyo de ren na, sienzai na, yijing离苦了，成了见习的慈济人，
他们穿起了灰衣，他们就可以在就地了，哪里有灾就换他们呢就地出现，去帮助呢孤老无依。就地有急难，就在当期的现在接受培训的这一群心花意菩萨，他们呢就会及时出现。这就是《法华经》里说菩萨从地涌出，就是这样。